今天再来玩一个 nanana 的新品吧。上次的小斑马是黑白标记，今天这个爪子是谁呢？它来了，是你们点菜的金钱豹。头发非常的柔顺，而且颜色也好看，豹纹眼影，还有一颗美人痣。再给他来个帽子，这套就很好看。你们上次都说不扒皮，那我们今天就拍到这儿了。哈哈哈，皮一下很开心，然后继续扒皮，我扒。我给他留了衣服和靴子，全扒了就是第三个造型。继续拆他的衣服、鞋子、眼镜，把他们全都给扒了。请看豹纹女孩一秒入下。她是个射手座，叫做杰尼小猎豹。另外就还有四个娃娃了，还有你们想看的吗？